来自湖南邵阳。哦，叫刘定能。好的，有点冷。我的镜像年龄是24岁。是刘定能，不是有点冷。我的镜像年龄24。哦，镜像年�龄。哎，我们是什么年龄？42。啊，用镜子照的年龄呢，就是24。哎，这个说法有意思。这个镜像。哎，镜像年龄。哦。哎，这个还有点梗。啊，我爱好这个。这个东西呢，爱好40年了。哪个东西？哪个东西？音乐这个东西。哦。我本身是一名电工。啊。但是我唱的有20-30首原创作品。原创作品20-30首。对。这个麦克风也是镜像麦克风，对吗？对。对。那个真的那个在下面是吧？我带来一首那个像我这样的男人。好。你是我的一个梦，飘渺无尽的梦。我的世界没有你，我宁愿毁灭我自己。多少个寒风刺骨了深夜，我为你麻木的煎熬。多少个熬心里血的蚕食，已成为记忆中的水垢。好的 ，OK。像我这样的男人有几个？像我这样的男人有几个？就一个。谢谢你。谢谢。